取消省级高速公路收费站，就是取消高速公路收费。那么这是一个理解上的一个误区。那么实际上取消高速公路省级收费站，只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车辆跨省行驶当中不停车快捷交费，这是一种收费方式上的一个改变，并不是取消高速公路通行费。那么因此跨省行驶的车辆今后在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，仍然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和标准依法交纳车辆通行费。那么取消高速公路省级收费站以后，可能带给大家的变化，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以后开车在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能够一网通行，一路畅通，一脚油踩到底，那么路上的拥堵少了，出行更加顺畅。